来，看过来，我们给你调一下辣椒。这是梅豆腐，辣椒梅豆腐，辣一点啊，特辣的。你买回去给谁吃啊？当然是我自己吃了。自己吃啊？家里人吃不吃？家里人不吃那么辣的。啊，就你能吃辣，这么厉害。嗯，好，花椒也来一点啊。嗯，可以。好。嗯。 有点辣，是不是，小朋友？不是臭，也不是辣，就是感觉有点恶心。辣椒，嗯，冲鼻子是不是？那就站远一点点，小朋友，站远一点点啊。就是有股辣的味道。嗯。胡椒的味道。辣椒的味道，花椒的味道，小朋友闻得出。